观众朋友们，上集我们学习了直板正手技术中的挡球和直板反手技术中的推下旋、推挤和反手攻球。到目前为止，乒乓球的推挡技术我们已经给您介绍完了。掌握和运用好这些直板特有的技术，能够在实战中争取主动，为正手进攻创造有利时机。本集我们将介绍直板横打、横板反手攻球和直板横板的下旋发球。同学们，下面介绍横板反手攻球的技术，下面我给大家做示范。横拍反手攻球的动作要领是：身体站位离球台大约50厘米，右脚稍前于左脚，身体向左偏斜，向左后引拍，略收腹，可以增加引拍幅度，拍面稍前倾，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的中上部，击球时以前臂发力为主，上臂辅助发力，手腕控制好板型，向右前上方发力击球，同时要借助一定的腰腿力量，击球后迅速还原，准备下一板击球。停，张正同学上来就行。再身体稍再左侧一点，好，换一个同学，康丽。手腕稍微固定，向前，哎，前臂发力为主。好，好，再来，前臂发力为主。换一个同学，来，手腕固定。好，好的，好。反手攻球是各种打法的主要技术之一，其特点是球速快，进攻性强。下面公布一下优秀运动员的实战应用。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直板球拍。以前直板球拍只有一面粘贴胶皮，形成左推右攻的打法，现在在另一面也粘贴胶皮，就可以练习直板横打，提高反手的攻击力。利用直板球拍的反面可以发球、攻球和拉球。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直板反手反面进攻技术。直板反手反面进攻又叫直板横打，是直板运动员提高反手进攻能力的方法之一。下面请看示范。直拍横打的动作要领是：
用直拍反面击球，站位离台约40到50厘米，左脚稍前，收钱币于左腹前，身体重心稍下降，手腕内屈，钱币内旋，拍面前倾，在来球的上升期向右前上方击打，摩擦来球的中上部。好的，稍内收一点，加一点力，发力，很好，下一个。直拍横打是一项新技术，为了提高直拍运动员左半台的攻击力，80年代中后期，经国家乒乓球队和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反复试验和论证后，确定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打法。现在世界著名运动员如刘国梁、严森、马云等人都是这种打法。注意击打，发力，发力，发力，很好。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发球的转与不转。乒乓球的转球和不转球是这样区分的，每秒20转以上为转球。通常较转的下旋发球可以达到每秒60到70转，低于每秒20转的球为不转球。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下旋发球和不转发球。现在我来做一下下旋发球的示范。直板正手位下旋发球的动作要领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体稍向右偏斜，上体略前倾，持拍手置于持球手后方，抛球时尽量垂直上抛，高度要超过16厘米，持拍手向右后上方引拍，当球回落到比球网稍高时，前臂迅速向左前下方挥动，击球中下部，向底部摩擦，前臂伴有外旋动作。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一下。好，下一个。好，发下旋球时，前臂要向前下方发力，
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这个手腕不要往外撇，手腕稍微往里抠一点，然后到击球点的时候手臂外旋一下，对，试一下。好的，对了，往前下走，这是侧旋了。稍停，当我们感觉第二落点的球的第二落点在往旁边拐的过程中，那就说明你那个球是侧旋。所以说同学们也要在练的过程也可以适当观察，如果这个球在第二落点往回直接跳，那说明这个球是有下旋的，要往边上跳就说明这个球是侧旋球了。好，发一个试试。好的，下一个。发点力，再往前下方用点力。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同学们，横板正手发下旋球的动作要领和直板的动作要领基本相同，下面我做示范。横板正手位下旋发球的动作要领是：左脚在前，身体稍向右偏斜，当球抛起时，持拍手向右后上方引拍，当球回落至网高时，前臂迅速向左前下方挥动，击球中下部向底部摩擦。与直板不同的是，手腕由外展至内收，在接触球的瞬间要加速内收和屈腕。好，同学们来试一下，上课。好，将手臂再拉开一点，可以帮助发力，加强旋转，注意不要侧步。好，换一个同学。好，发的不错，换一个同学。稍停一下，同学们，横板在发正手下旋的时候，中指击球的时候要紧紧的顶住拍把，加速前收手腕的收和至内屈的动作，可以加强旋转，这手指顶住。别着急，再发一个。别着急，再发一个。好，正手位发球主要在双打中使用，下面请看著名运动员在实战中的应用。
同学们，下面我们再学习一下侧身位正手下旋罚球，让我给同学做一下示范。直板侧身位下旋发球的动作教领与正手位下旋发球的动作教领基本相同，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持拍手置于持球手后方，当球抛起的时候，持拍手向右后上方引拍，当球回落至网高时，前臂迅速向左前下方挥动，击球中下部向底部摩擦，前臂伴有外旋动作。所不同的是，身体的侧向位置比正手位的角度要大，另外在发球的过程中，它要借助腰髋转动的力量增加发球的旋转。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一下。稍停，在侧身位罚正手下旋球时，和正手位罚正手下旋球的动作要领基本一样，不要在侧身位的时候由于这个位置变化把拍向侧引的过多，还是直接向前下方用力，向前下方用力。好，下一个。稍停一下，向前下方发力。好，下一个，发得不错。还行，下面请看直板侧身位下旋发球在实战中优秀选手的应用。观众朋友们，上面我们学习了直板横打、横板反手空球和直板横板的下旋发球，其中直拍横打是一项新技术，是提高直拍运动员左半台攻击力的主要方法之一。下集我们将介绍弧转发球。